没咋着呢。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意儿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圆，只会野小样的呗，跟我嘚瑟。妈呀，过来了！你这玩意儿跟你自个俩扯扯，你过来不就跟找死一样吗？这就叫以静制动了。来了，拿下一个，哎，这仨小子啊，跟你自个俩嘚瑟，这就是以静制动，知道不？咔咔的灭杀。可这往下跳费的最远啊！卡一下，也没看着有人儿。待会儿一会儿兴许来人啊！呀，真有人儿，我被人发现了，也不着急呢。谁能比我要是多？我只疼要五百那蹦跶跟我俩，跟我俩蹦跶，蹦蹦哒哒的。哎呀妈呀，跟你自个俩蹦蹦哒哒。算他命大，命大了去了啊！是不给他队友接走了？好了，大吉普是搁那呢？班长们，搁那呢啊？搁那呢？你这个多尖，偷俩人跑了，看不见他俩在哪，具体在哪看不见，没动静。他们是不是跑了呢？啊，没跑，开车呢。完事儿被干爆了，哎，咱必须得干进来啊，必须得干进来，知道不？必须得干进来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